徐州美驰车桥有限公司成立于1996年7月1号，位于我国主要的工程机械生产基地江苏省徐州市。徐州美驰是由美国美驰汽车公司和徐州工程机械调箱公司共同投资的合资公司，公司引进了先进的美驰产品和车桥制造技术，是中国最大的专业化生产销售各类工程机械及特种车辆用车桥的公司，拥有员工800多人，其中工程技术人员100多人。公司的管理系统强调，通过产品技术、制造工艺和生产管理的有机结合，以合理的价格服务于客户，为客户提供卓越价值，来最大程度地满足客户的要求，并确保公司继续作为追求卓越价值客户的首选合作伙伴。主要产品包括各种车辆用刚性桥、转向桥、贯通桥和三连桥，它们被广泛应用于12到50吨汽车起重机、轮胎起重机、斗容量1.0到3.5立方米轮式装载机、5到80吨叉车、斗容量0.4到1.0立方米挖掘机、12到25吨振动压路机、8到30吨重型汽车、沙漠运输车等数十种工程机械特种车辆。产品被国内各大主机厂广为采用，同时车桥零部件将出口到北美及欧洲的美驰工厂。公司遵循生产一代、研制一代、开发一代的原则，在美驰公司的技术支持下，采用先进的 CAD 系统和完备的试验和检测手段，每年开发出数十种新品车桥来满足用户的要求。公司目前年生产能力为6万根车桥，通过一支在质量和制造领域中高素质、具有奉献精神的员工队伍，保证了公司的卓越生产管理、产品质量和按时发货。公司采用了美国 Simcox 公司的 MRT2 系统，并拥有最先进的三坐标测量仪。公司获得了挪威 DNV 公司 ISO 9001质量体系认证。公司在国内设立的销售网络保证了备件的及时发货，全方位的售后服务体系为客户提供最优质满意的服务。一、行星轮架布装。一、组装7900-1547行星轮组件，将7560-0330滚针及7560-0334隔套用黄油固定在7900-1547行星轮内空表面，二、将8351-3206行星轮架放在工作台上，将行星轮组件及7560-0457行星轮挡板放入行星轮架内挡中穿心轴。三、取下心轴，穿7900-1545行星轮轴，用压力机压入至平齐。四、翻转行星轮架，8351-3205螺钉螺纹表面涂顶固胶，迎入行星轮架扣中。紧固力矩为20到22牛米。二、差输器布装。一、将5450-0003轴承用压力机压装在7980-0003差束科体轴径上。
二，将75700269牙嵌式插受器放入79800003插受颗体内。用螺纹涂紧固胶75501981螺栓及75501993螺母将插束颗体紧固，紧固力矩为206到245牛米。三，用螺纹涂紧固胶75500003螺栓及75501992螺母将8513601螺伞紧固在插束颗体上，紧固力矩为147到176牛米。三，竹简总成布装。一，将79600096铜套轻轻敲击到85513609指推螺栓带点的一头上。二，将指推螺栓组件从85513610连接座里面穿至螺纹孔内，螺柱穿出后从外面拧上51070006螺母。三，85513616盖内口抹黄油，53500007油封及53500006油封外圈抹黄油，分别压装油封，与盖齐平，在油封唇口抹黄油。四，压装54100014轴承到82513607轴承座上，选配合适的82513604轴承隔套，放54100015轴承。用压力机压住轴承，轴承座应能旋转自如，轴承间隙为0.02到0.05毫米。五，用压力机将轴承座组件压装到小螺伞上。六，将52100012挡圈装在54500006轴承外圈上，压装54500006轴承。清理85513608竹简箱体大面。涂平面密封胶，
七，加装小螺栓组件到主件客体组件上。上调整垫片，压装小螺栓组件到位。八，轴承座表面用绕线法涂平面密封胶，上油封座组件。5001/1011螺栓及5001/1008螺栓，螺纹涂紧固胶。分别穿5202/0005垫圈及5202/0004垫圈拧紧，其紧固力矩为120-130牛米和90-100牛米。九，上8251/3602连接法兰组件，用铜棒敲击到位，拧上7550/0270锁紧螺母。十，将7520/0118差输器螺母拧入主件客体。放5450/0003轴承外圈。吊装差输器总成。放5450/0003轴承外圈。上8251/3010连接座。拧入差输器螺母，拧入5012/0004螺钉，将5124/0009销抛入孔中。十一，用毛刷在齿轮啮合面刷红单粉，左右转动齿轮腹，检查啮合区及啮合间隙，调节左右差输器螺母，如啮合区偏高或偏低，则选配合适的调整垫。十二，用5000/4012螺栓将8251/3611紧锁片紧固在瓦杆上，紧固力矩为40-50牛米。用锤子将
左颈片敲入调节螺母槽内。用铁丝穿螺栓孔中，并打八字防松止退保险。13，竹简箱体观察孔表面涂平面密封胶，放8513612密封垫及825131613盖，用5000908螺栓套5202002垫圈紧固，力距为40到50牛米。4，连接盘布装。将8551316连接盘置于压力机工作台上，内腔加注黄油。内腔所加黄油用为去掉链轮轴所占空间后剩余空腔的2/3。把5310-0029油封对准连接盘上的油封孔，用压力机将油封压装到位。5，轴承座布装。1，将8551-3015轴承座置于压力机工作台上，5410-0059轴承外圈与轴承座孔涂上润滑油，轴承外环对准轴承座上的孔，通过挤压盘把轴承外环压至轴承孔内。2，将5300-0038密封圈装在轴承座密封槽内。6，链轮轴布装。1，将5410-0059轴承内环加热后装到8551-3030及8551-3031链轮及轴组件上。2，将5410-0058轴承内圈放置加热炉加热，加热到200到250度，拿出瓶装置8351-3202双盘链轮轴上，不要倾斜，装到位。3，将7352-0042限位块压装至双盘链轮轴轴端孔内。7，油封座布装。将8551-3034油封座置于压力机工作台上，把5310-0035油封对准油封座上的油封孔，用压力机将油封压装到位。
八，双盘链轮轴轴承座的布装，将8551/3027轴承座置于压力机工作台上，轴承与轴承座孔涂上润滑油，轴承对准轴承座上的孔。